那时候，耶稣对门徒说：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园丁。凡在我身上不结果实的枝条，他便剪掉；凡结果实的，他就清理，使他结更多果实。你们因我对你们所讲的话已是清洁的了。你们住在我内，我也住在你们内。正如枝条如果不留在葡萄树上，凭自己不能结果实。你们如果不住在我内，也一无所能。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条。那住在我内，我也住在他内的，他就结许多果实。因为离开了我，你们什么也不能做。谁若不住在我内，便仿佛枝条掉在外面，枯干了，人便把它拾起来，投入火中焚烧。你们如果住在我内，而我的话也存在你们内，如此，你们愿意什么，求吧，必给你们成就。我父受光荣，即在于你们多结果实。如此，你们就成为我的门徒。